的话呢，仍然给华硕不用抽奖，我们直接就要送给大家500G 的 USB 3.0 的行动硬碟。请问我们送给大家的是几百 G 的？500G。你们有没有觉得你们距离我很远？有吗？有，对不对？那你们可以再靠近一点吗？我们前面是有人，是不是？那你们刚好回答吗？手一直伸出来都没有人回答。好，来，500G 的 USB 多少的外接式硬碟？3.0，很好。来，接下来现场的朋友们注意了，除了这个之外，如果今天买的是桌垫或者是我们的 All in One 触控电脑的话呢，回函给华硕，不用抽奖，直接送给大家华硕的 ASUS AirSuite iPad 多媒体喇叭以及网路收音机，市价8990元，要不要抽奖？不用，不用抽奖，很好。请问要不要回函？不要。谁说不用？不要回函，好，很好，知道要回函，有在听有没有？好，来，所以告诉大家，接下来最后一个告诉现场的朋友了，如果我今天买的是我们家华硕指定型号的液晶显示器呢，回函华硕送给你 Razer 电竞键盘，要不要回函？要。要，我这边有在听的，对，我想说你们都没有在听我说话，有在听就好。来，所以告诉大家了，今天讲了这么多的赠品之后呢，马上就来跟大家介绍我们家华硕呢这一次全新推出的无与伦比的 Ultrabook， 叫做 ZenBook。首先，先来看到我们家安琪手上拿的这个，相信有眼睛的人都看得出来它是什么颜色？粉红。是粉红色吗？紫色。桃红色。男生真是没有概念。好，它是什么颜色？粉红色。就说你负责拍照，没有再回答我问题。桃红色。是你。好，给你一个。好，来，接下来这边的朋友们，这个桃红色的是我们最新推出的，叫做缤纷桃红无与伦比的 Ultrabook， 名字叫做 ZenBook。请问我们家华硕推出的 Ultrabook 名字叫做？无与伦比。叫做 ZenBook， 非常好。来，接下来告诉大家，你们手要记得先举着，不然我赠品其实会来不及送给大家。好，接下来要告诉大家了，这台 ZenBook 呢，首先在重量上跟大家介绍一下，我们是1.1公斤最轻量的笔记型电脑之外呢，再告诉大家外形上我们采用的是全铝合金一体成型的，而且你们可以发现这个光泽度呢，是因为我们采用同心圆法丝纹的设计，法丝纹最大的特色就是它不容易有指纹，也不容易有刮痕。这台还没有包膜呢，就可以看到这台展示机呢，几乎完全没有任何刮痕。接下来侧面给大家看一下哦，最薄的地方只有0.3公分，最厚的地方也没有超过1公分。请问最薄的地方只有零点几？0.3，很好。来，接下来现场朋友们注意了，侧面最薄的地方只有0.3公分，最厚的地方有没有超过1公分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说没有的，有举手，也有礼物，有没有？好，来，接下来这边的朋友，我真的是送不到你们，你们一定要为难主持人吗？我都快要掉下去，我都站在这儿啊，不要逼死我。好，这个我们可以先，这个可以先退散，没关系。好好，这样就可以让我们过来了，有没有？好，来，接下来告诉大家，侧面最薄的地方0.3公分，最厚没有超过1公分。刚刚讲到它的重量非常的轻，只有一点几。哎，有在听，很好。后面的朋友是不是手都很重？没有关系，因为我待会要来送福袋给大家。如果你们从头到尾都不举手，就不要想要拿福袋。好，从头到尾都没有举手，请举手，还敢举手？好，来，所以告诉大家，接下来要告诉现场所有的朋友了，家里有在用笔电的朋友，你们家的笔电开机需要超过5秒钟的，请举手，赶快换一台了，好不好？现在就知道要举手了，对不对？现场的朋友，这已经是非常过时的电脑了，因为我们现在最新的已经帮大家做到了2秒回复开机。什么叫做2秒回复开机？马上请我们家安琪来 demo 给大家看一下。现场朋友，眼睛不要眨，好，眼睛不要眨哦。待会我要来问一下大家，它是几秒开机呢？好，打开之后2秒直接回到我们的主画面，觉得很快的请举手。请问我们几秒回复开机？2秒回复开机，对不对？好，来，接下来现场的朋友，还有谁没有拿购物袋？赶快来拿，剩下最后4个。难道以为你们以为主持人还会再伸出购物袋送给你们吗？绝对不会，好不好？好，来，所以告诉大家了，刚刚讲到2秒迅速回复开机之外呢，上网是最耗电的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这一台可以让大家连续上网7个小时不中断。请问我们可以连续上网几个小时？你们知道我有福袋之后，手倒是举得蛮快的，有没有？好，来，所以现场朋友，告诉大家，这个呢送出去是我们家跟周杰伦合作推出的周边，有没有看到？好，来，所以告诉大家了，这一次呢，刚刚讲到他连续上网几个小时？7个小时，非常好。所以现场的朋友们注意听好了，7个小时上网不中断之外，请问刚刚说有在使用笔电的，请帮我举个手。你们家的笔电呢，把插头拔掉，电池充饱的状态下，可以待机超过4个小时的，请举手。要摸着良心哦，那主持人是有认真在看大家的，好不好？不要为了拿赠品而举手，这是没有要送赠品的。好，可以超过10个小时的，请举手。
机超过十个小时有吗？没有，是不是？来告诉大家，你们的电脑通通换掉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这一台把插座拔掉变成充宝，可以让你待机长达14。大家猜猜看是天还是小时？当然是天啦、小时没什么好拿来说嘴的，对不对？所以14天等于几个小时？大家很想拿赠品，对不对？但是回答不出来，还是拿不了赠品。所以几个小时？300多个小时，是不是非常好的？你有告诉我300多个小时也是不错。来，所以请问我们这一台待机的时间长达几天？14天。那我问一下大家，几个礼拜？2个礼拜。这个也需要思考，是不是，亲爱的孩子们？2个礼拜很好。来，所以接下来告诉大家，除了这个之外，我们休眠待机时间可以长达65天，超过了2个月的时间。所以请问，今天如果我使用的是我们家华硕的 Zenfone，要不要一直重新开机呢？不用，你就一直开着机，然后把它关起来，让它待机时间可以长达几个礼拜？2个礼拜，很好。所以接下来现场的朋友们，除了这个之外，每一家都有推出 Ultrabook， 对不对？但是我们家的 Ultrabook 有个最大的特色，就是我们拥有华硕独家的声麦技术。这个声麦技术可以让大家透过这一台 Zenbook 呢，听到最棒的音乐。请问声麦技术别家有没有？没有，对不对？来，福袋给我一袋。现场朋友有没有人想要福袋呢？然后这袋福袋包得还蛮漂亮的。好好，来，想要福袋的请举手。你看。